Hello， 今天是一期有房出租的视频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是一期有房出租的视频。那我们现在呢位于洛杉矶县的天普市，在一个天普市的非常崭新的一个天普学区房里。那这栋房子呢是四房三卫，它坐落于天普的九分高中的正对面，走路去高中呢大概只有两分钟的距离。那它小学初中的学区呢也是非常好的，房子本身是 PUD， 带有小院子，是一个双层小独栋的设计。那它是属于这一个社区的第一栋房子，所以它的门前呢是有一个 guest parking， 那么进门行车呢也是一点都不拥挤的。这栋房呢为当时社区的一栋样板房，可以看见它的装修呢是非常非常精细的，从橱柜到把手到包边到地板到细节，可以看见屋主呢是非常非常讲究的。这样一个条件的房子呢，很多东西都是包含的，比如说这种非常有艺术气息的电灯啊，还有实木的地板等等，那种种细节呢都满足了一个出租房所需要的最好的条件。所以如果你在寻找出租房的话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快点联系我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到了屋子的里边，一进门呢就是我们的客厅的空间。整个客厅呢它是铺的木地板，旁边呢带有包边的细节，客厅的电灯呢也是很漂亮的 chandelier， 并且必备了美式住宅一定有的烤炉。那窗帘呢都是电动的帆布拉帘，那这一边呢就是餐厅。整个房子的装修呢是非常非常用心的，包括这些灯具啊都是很漂亮的。这栋房屋呢当时是样板房，所有装修细节是非常非常用心的，包括厨房的台面，还有墙壁的马赛克贴砖等等。那房屋呢是带有冰箱的，这些电器都是非常的崭新的。那屋主呢在房屋上市之前也是很好的做了一个准备工作，不仅做了全面的清洁，就连地板也打了蜡哦。那这里呢是一个楼下的整卫，这栋房子呢是三个整卫，四房三整卫的设计。这边呢是洗衣房，洗衣机和烘干机呢都是包含的。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一个楼下的卧室。房屋的状况保养得非常的好，说它是新房也不足为过。这个卧室呢是有衣帽橱的。那刚才我们看见楼下的洗手间，从这边的这个门呢也可以达到，就是这一间卧室所使用的。可以看到 shower room 浴室的贴墙都是非常具有细节化的。好，一上了二楼呢，首先就是我们的主卧空间。主卧呢是挂有窗帘杆的，四周同样做了包边，地毯呢采用的是升级的短毛地毯。这是主卧的衣帽间。主卧的浴室风格也一样的精致，这边呢是浴缸，然后黑金的台面，镶框的镜子，还有做了精心墙壁处理的主卧浴室。地面呢是这一种亮洁的地砖。楼梯呢也是采用铁艺的设计。这栋房子整体的装修可以说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。二楼呢是有两间卧室的，这间卧室是有衣帽橱的。两间卧室呢共同使用一间洗手间，每一间卧室都有精细的做包边，并且有做拼色的油漆处理。所有房间都是有灯的，并且是这种 dimmer switch， 可以调节明暗的灯的开关。
那二楼的次卧的浴室呢，是有升级过的浴缸加玻璃拉门，还有漂亮的台面、镶框的镜子，以及浴室的 backsplash 都是升级的。二楼的两间卧室呢，是享有一间洗手间的。那这个洗手间呢，有双开门，每一间门呢都可以达到另外一间卧室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刚才我们是从洗手间去的另外一间卧室，那这样呢就是这样到达另外一间卧室。这间卧室呢也是有衣帽橱的，在这里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看房视频，如果你对这栋房源感兴趣的话，快点联系我咯。我是 Mina， 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